锵锵三人行，哎，我们的编导小静都说今天颜值好高啊，这特别是多了文章，要不是我不是拉低你们一点，唐哥真是你每次来我都得特别费劲，我得帮你找大美女才能配得上你啊，对吧？太好了，我还有这个好不容易才找到咱们这个李艾今天有空啊。哎呀，我应该是顶替俞飞鸿的位置，对吧？我也很想念飞鸿。我是为你找的，你这跟我打岔。年轻有年轻的好处，这个资深有资深的好处。你得知道他成长的地方。那地方现在都叫脏街，刚拆吗？叫三里屯脏街，是哈，对吧？这个，所以这个冯唐老兄呢，今天来啊，我是想请他聊聊这个三里屯的前世。咱可以录两集，第一集叫前世，第二集叫今生，对吧？主要是因为最近出事儿了，我估计你在那儿混过的人呢、啊会有一些感触。就是这你李艾，你听说也是对三里屯这条街特熟是吧？我其实不算，因为我是一广州人，我等于是到对那肯定是去过，但是我肯定见证不了他的前世了。三元里去过。三元里。也就是在课本里头比较熟悉一点啊。现在三元里有非洲的感觉是吗？应该也，广州也没那么多这个非洲人，也没那么多黑人兄弟啊。但是因为我来北京之后，其实三里屯那边已经是有点、就是已经有点现在的样子了。其实咱们仨啊，真是代表三里屯的三个阶段。就咱们仨出没在三里屯啊，时间刚好。我那天看你写一篇文章，你是在三里屯这块待了84到90嘛？84到90吧。你看你走了，我就来了。我就是90年的时候，因为在北京啊拍一个什么肥皂剧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就开始混迹于三里屯。90年到90几年，就这几年。那我刚好是00年。对了，然后你是就最新的，一直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对。所以飞鸿老师在哪个阶段出现？飞鸿，你还别说，我跟飞鸿老师还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对这个飞鸿老师很佩服。就是当时我记得在一个就是酒吧里，就是在我的那个在三里屯，飞鸿老师在唱歌玩的，没有在玩的那个阶段呢，其实三里屯有一些酒吧呀，就是他们文艺界人士喜欢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外来的游客，还根本没有。00年好像已经不行了。对。酒吧街好像已经是游客才去的地儿了。我那时候听北京的朋友是这么说的哈。所以好像00年前后，北京人本身就已经不去酒吧街了。就经常问你干点别的事儿不？那地方哈。有那我好像还真。你这问题你自己门清，你问他干嘛？90几年的时候，我还真是按你说的见过，在那些文人聚会的时候，在酒吧街见过飞鸿，但是你不在场。后来你走了我就来是吗？飞鸿老师就看着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就说为什么都不是你。对。我觉得他确实，我在那个地方认识的还不光飞鸿老师呢。还有后来跟你传说有些关系的人。行，别互相拆台啊，别互相拆台。咱们现在就看看，就是咱们曾经盘桓过的地方今天变成了什么样子，你可以看看。三屯 Visi 是那个，这就是现在说的，就是北京要整顿了嘛，这种什么叫破墙开洞的这种就拆除，很有争议啊，很有争议。你有看法吗？我就是这样，中国这种事儿呢也挺难办的，你说吧不管吧，有些人就会过分，然后你管呢，就会管得毫无生气。一直是这样嘛，就是从西汉到现在。好像就没怎么变过，所以三里屯也一样。你说原来我在那边上中学的时候，有些同学住在那块儿，你说晚上一直唱到3点4点，他们就总认为啊自己不学习是因为这帮人太吵了，然后自己变成流氓呢是因为这些人太坏了。我说那个对吧，但是转回来说呢，你说如果把这些都拆了，你自己再建一个新街，那一定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一定没那时候好玩。那时候你就一家店一家店走过来，然后一天可能喝7、8杯啤酒，5、6瓶，你就觉得生活好丰富。那现在长得都一样了，对吧？比如说长窦文涛，你到第三个
怎么整天都遇上窦文涛，你就很烦了。能不能碰见个冯唐啊？就是这意思吗？而且会那样子的街会不会更有人情味儿一点点？就是因为你时间长了，如果他老板一直不换，那个店面依然是那样子，那么多年过去，你看见他，你就会心里有一种哎呀，就我过去的岁月，我年轻时候的感觉。如果碰进去以后，哎，发现老板的儿子现在在那儿当老板呢，那种情感的流动会，就我感觉是很多老北京，就我身边很多北京人，他对脏街的这种回忆，可能很多时候，或者是这种老街啊，不一定是脏街。哎，你可以看看他们这几天集体的哀鸣啊，就是因为这个拆了嘛。你看什么不爱回家的孩子都知道，这是当年他们在这儿都有过一些什么不堪回首的往事，是吧？什么你看朋友圈陷入回忆模式，小小老店大鸡排24小时小，其实我对这些都很陌生了。对，就是我已经离开三里屯很久了，深夜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再看被拆走的不是脏街，而是小时候印象中很多外国人的灯红酒绿，是刚出高中偷偷混夜场的忐忑，是无数个奇迹的夜晚，是街角遇到陌生人的兴奋，喝多了之后的经历和傻事儿，都是最真实的，历历在目。成长可能就是要学会说再见。哎，这像是冯唐的文笔啊！看看，我有这么认真吗？就一点都不色情。就是，哎呦，我还听说这个三里屯脏街，就我还真的是很多年没去啊。我纯粹是看资料。我说你们都堕落成这样了，就是在这些人的回忆，就是说什么酒肉性，就是在这个里边都能找得到。真的，我不知道，我就看这个资料说酒肉性都能找得到。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又描写的那个，我觉得那是中国嘛。说有些酒吧，他们说有些人的回忆就是什么，一手推着厕所门，厕所门都插不上，一手摸着姑娘的胸。上下洗手，哎呀，然后说这个厕所都不干净，什么满这屎尿横流。我说他塑造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啊？真的，我从来没见过。然后就是说永远什么这调出一杯什么样的酒，有个老外，然后说哎，在有个酒吧里有个西班牙小哥们儿，每天带一个不同的中国妞、北京妞啊，就是等等，这竟有这样一些回忆。所以说哎，我觉得咱们可以从头捋起，先捋冯唐这一条，分。你是中学就在三里屯？我是84年，初中去的那个八二中，八二中就在白家庄，当时那个中纺街那块儿，其实离着现在所谓的三里屯北街、南街，特别是南街，就差了400-500米。然后那时候那边80几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基本上现在那些酒吧呀什么仓库，我不知道仓库现在还有没有，都是汽配一条街，就是摆一个车，我说不知道偷的或者怎么着哪儿来的，然后经管给他拆了弄成配件，然后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夏利缺个东西给你怼不上，就干这个事儿。后来跟夜生活没什么关系，最开始跟夜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记忆啊。嗯，然后最多有点小卖铺呢，卖那个北京黑牌白牌就那种啤酒，就叫北京啤酒，北京啤酒还叫好像叫奥雷啤酒。嗯，所谓的夜生活呢，怎么起的呢？因为那边靠近就三里屯这块呢，靠近第二使馆区，第一使馆区呢就是永安里那块，就是现在秀水那块，没什么空地儿，也没有什么闲杂居民楼，就是你想生长出你这个所谓你说脏街也好啊，这个酒吧也好啊，也都没地儿。但是这个第二使馆区，就现在三里屯北街这个位置，有些原来的居民楼，这些有些原来纺织部的，有些外交部的这些居民楼下边呢，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行人道啊什么之类，可以私盖滥建一些东西，然后才慢慢开始有一点说，外国人跟我们那时候生活习惯不一样，说晚上想出来喝杯东西，哪怕在家也可以喝杯东西，但他就想出去喝杯东西，哪怕坐在马路牙上喝杯东西，慢慢就开始有满足他们的需要的一些服务。这中国人一看，哎，喝杯东西在这个北京这杀人暴里好像也挺有意思的，那出来反正也没见过火星，就出来看一眼，然后也开始中国人开始喝，就是那样慢慢开始在周围，我记着最早就三里屯那著名堵的那个十字路口，然后有一个大啤酒那个大渣立在那卖小卖部，
那块周围靠北一点，就三十威利士前后，东边西边有那么四五家出来，然后一点点开始发展，就像一个很自然生长的，有可能你觉得不太好看，但是有它自己的逻辑的，开始几边在长，那是最早的最早的记忆。嗯，你的记忆呢？我到我这块的时候，因为我没交过外国男朋友，真的吗？他们真的没交过，这真的暴隐私了。这真的没交过 ，A B C， 真的算 A B C， A B C 都没有过，太遗憾了。所以英语就没有过，所以真没认识过。今天你老公没跟你来是吧？他知道啊，叫我这不，而且我真的是没交过外国男朋友。他们说，只要交过外国男朋友，女孩会对那边会更加的有感情和熟悉一些，因为外国男朋友会带你去那边，因为那块就是老外聚集，一开始都是老外聚集比较多，然后后来也是老外聚集比较多的地方，因为使馆区在附近嘛。嗯，对啊，所以带着女朋友去那边，然后他们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的外国人之间聚会，然后还带着中国女朋友到那边去的比较多一点。对，那个时候这种就是在我们这些嫉妒的中国男人嘴里就说不出好话来了，管这个就叫扛洋枪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些中国男朋友都带你去哪儿玩啊？你看啊，我在北京的中国男朋友，想，哎呀，他们都带我去哪儿玩了？我的天哪，带我去吃卤煮，因为我好吃，就吃遍了北京各种小吃，什么炸酱面啦、卤煮啦、什么炒肝啦，还带我去喝过豆汁儿，但我喝不了，就唯一就是喝不了那个。然后还有什么臭豆腐抹馒头片啦，你就看看是这些、哎。真的，我也有吃卤煮的经历，是在那个北新桥。好像还是个、啊、还是个国营的，是个好店。哎呦，那太好吃了！我就跟你说，有的时候就说这个泡吧的人出来到那儿吃，来一碗，就来一碗底儿，就沿着平安大街过去，正好对对走到那个也是油腻腻的，我就来一碗底儿。一般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顿肯定拉肚子，你拉稀，就是但是好吃，放上那个辣油啊。然后就是这个卤煮嘛。有一次带一个德国小伙子去吃，那德国小伙子觉得好像我们是野蛮人一样，在吃。哎，我就有一个记忆，我跟我一个哥们儿就在那儿吃、嗯。很多人啊，半夜里啊，包括很多这个不是开的士的什么都在那儿喝小酒。嗯，我就那种适合烈酒配烈酒。对，喝二锅头。我记得特逗，就是我跟我一个朋友。嗯。那个朋友其实跟那个冯小刚也挺熟，嗯，你知道，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是不能评论，但是呢，这个在那么一个情况下，当时我呢憋不住就乐，就是那个北新桥那个吃卤煮啊，我们在吃，背后几个北京的男女，而且还是中年人，说干，冯小刚多俗啊，冯小刚拍的片子就我就看不上，哪有那么俗的？但问题我觉得这帮人比，这你知道吗？看着比谁都俗，在这儿，这冯小刚太俗了。窦文涛都说没文化了，对，多没文化。哎呦，我觉得特逗。嗯，因为我的状态不一样啊，就可能跟，因为我从广州来到北京之后呢，我对北京的向往更多的是在于它古老的部分，嗯、或者是比如说四合院啦、啊，就是属于比较北方的、嗯，或者是比较北方感觉的东西，而不是它洋气的部分。因为洋气的部分跟广州区别也没有太大，那些商场啊，那些高楼啊，对吧？嗯、然后那些酒吧呀、啊，广州都有、嗯。所以我来北京以后，我更愿意去看。就北京非常或者市民的、嗯、或者是他特别古老的这两部分东西，所以我的北京男朋友没有门哈，对，他带我都是这些地方。北京男朋友反正起码是挺省钱的，是吧？那我当时也在想，当时20块钱一晚上就过来了，还真是这么想想，还真是。我跟你说，这你也找一外国人也不一定能好多少，北京也是国际破落户云集之地。我也不算在混三里屯的、啊，我还有一阵混鼓楼。
这儿，因为他们就说，在北京的这个老外啊，就鼓楼大街瞧不起三里屯的。对对对，混鼓楼的和混三里屯的还是两帮。哦，就是混鼓楼的，其实呢要照更穷，更穷。要照混三里屯的说，那连卤煮都不跟你吃了。直接带你，直接带你去沙县小吃。不是，都是福建来的。为什么鼓楼的还会看不起三里屯的呢？鼓楼的觉得三里屯的装。你知道吗？就装叉，就你知道吗？哦、哎，就是因为在鼓楼的看来，三里屯就算高消费了。你说本来就在北京了，在一个千年古都，嗯、你还喝一杯dry martini 了，我说有病。哎，哦，那换后海的呢？我记得有段时间好像很多文艺青年都在后海。后海，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好像窦唯经常去那儿坐的，有个叫白房子。白疯子酒吧。白疯子酒吧就在银锭桥。拆了，也拆了。对，哦、啊，拆了，也拆了。我好久没去了。就是他在那个银锭桥的东北边一点拆了。嗯。哎呦，真是，我还挺留恋那个时候的。你真的，你夏天。外边就是后海，嗯，哎呦，喝杯茶或者喝点小酒，姑娘成百上千的走来走去了，姑娘眼里只有姑娘，那你没事，你拿杯酒看街上看啥？哎，你看啥？不是，咱还是说你的三里屯，你的这个童年少年在那儿长大，就说你的青春发育就是跟三里屯密切相关呗，可以这么讲，对，是吗？我。你青春的这个躁动啊，跟那儿都是水土相连。对，我84年上初一的时候，1米7不到，然后毕业了之后就1米81了嘛，对吧？整个三里屯催出他的性激素的。然后当时我们到了冬天呢，体育老师一个体育老师特别想省事，就让我们跑圈呢，出了学校就左转往西。一直跑到新东路，然后再往北，就跑到现在城市宾馆，来转过来，就是沿着三里屯，现在那个往长虹桥那个方向跑，到兆丰饭店，再往南绕一圈。有时候一圈还觉得不够，说你们再跑一圈，大概就3000米了。然后他总是担心啊，我们年岁变大，就变你这么大的时候，年过半百或接近半百的时候，就怕你。后半夜不行，然后他就一直总是担心，他担心两个事儿，一个担心中日友谊战，另外一个担心就你后半夜不行。哦，然后就想说，哎，至少要跑3000，冬天的时候一星期要跑两次。你就是怕有这一天，所以才有他怕。等一下，我有个地方没听懂，什么叫后半夜不行啊？哦，这事儿我改天领你到我们中老年俱乐部去聊聊，这是我们那儿的热门话题。哎，我不是，我就是说，你们作家不挺骚情的是吧？就是对你来说啊，其实，在咱要就三里屯的这个记忆来说，对吧？你啊。是我们当中的后半夜，你知道吗？因为你是从那个就是90年之前嘛。对。哎，所以你看到他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这个变化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触吗？我觉得祖国真的是强大了，党真是好。怎么说？你明显看嘛，原来是，10块钱一杯啤酒，然后你喝一晚上。因为当时就父母才挣200多块钱一个月嘛，100多块钱一个月，那是已经觉得挺奢侈了。然后慢慢呢，你发现哎，你也能挣点钱，然后这个啤酒基本可以往死了喝了，然后也觉得能付得起。然后最开始呢，那周围可以说屁都没有，但那个时候坦白讲有更好的音乐，对我来说啊，因为我也不懂，但是。什么那个有一个叫河呀，然后藏树啊，你知道就是在那个三里屯南街那边有好多 hidden tree 啊，然后差不多北京聚集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带引号的好的这个民谣啊乐队啊什么之类的，而三里屯那块可能聚集了这一半里边另外一半，你听着哎，好像他真是有点苦闷，他真是有点要表达的东西，他真是想说点啥，不像现在就是。比如说你看窦文涛整天要弄锵锵对吧，那是快20年了他还得说，就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他真的是要表达。然后到了后来呢，你会觉得他这个变化又快又稳又自然，就到今天了。到今天呢可能也到盘整的时候了，忽然需要拆。但是你看你这说里边，这我就听出有两个阶段。他一个阶段呢，好像今天的很多这个文人呐、骚客呀、或者这个歌手啊，好像大
当年在这个地方混过，哎，在那儿写东西，在那儿唱哈、啊。但是到后来呢，他实际有了一个更加的商业消费化，嗯，就慢慢的呢，连这些人也不去那儿混了。你看到的是更多的游客，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各个阶层的人在那儿，他就又有一个发展。这在北京是逐渐的，像我们这种苦穷是被往外赶的一个过程。最开始是三里屯已经挺靠近了，有洋气啊等等。慢慢呢，消费不起了，因为一晚上对吧？如果自己再带点朋友，再买单，可能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了。然后就去哪儿？就去扫场地嘛，就往外围迁了嘛。扫场地再混不下去了，那时候宋庄嘛，宋庄最近再混不下去了，就这河北找一地儿嘛。那个雄县也不让去了，反正就找点哪儿穷哪儿破，反正看看稍稍有点味道就这么待。实际上一步一步被赶走的，是被赶走的吗？我一直觉得是你们觉得这太商业化了，然后已经不够纯粹了，不够真诚了。还有七九八，都是金钱交易了。还有七九八，我觉得两方面吧。一方面呢是越来越贵，一方面呢觉得味道越来越不对。嗯，就是你看七九八最开始的时候，我还记着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开了第一个画廊，应该叫人，就是孔子说人，嗯，那个一个单立人一个二。那时候还挺好的，你可以走的时候你遇不见一个人，嗯，你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就那大厂房好魔幻的，你现在去试试全是人，那基本上比天安门广场还热闹，对吧？是。然后如果你要是一个艺术家也好，你就会你感觉不到那种凄凉，感觉不到那种内心的这个孤独，你在那儿待着整天别人帮忙敲敲门看看你在干什么，你就没法待了。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真是那句话，就是叫什么，人生若只如初见。哎，什么事儿好像你想吧，某个地方都是最早的时候最好。你比如说我见很多人都讲好像一个酒吧啊、嗯、最早的时候，哎，这就像是巴黎那个蒙马特区。你比如说，哎，你看后来历史记载会发现那个时候印象派的画家，哎，包括他们所喜爱的妓女都在那儿混，对吧？哎一时风流之地。可是今天你去看游客遍地，这都是往往你比如说这个三里屯儿也有些时候这样。我就记得啊，就是所谓的你们文艺界啊，就是他这个酒吧最开始你会看到，哎，就是今天成名的很多作家，嗯，歌手音乐家，哎，当然咱不能排斥其他的人进入，但是也那个时候挺奇怪的，真的挺奇怪的，就是说大家莫名其妙的就都去了这一个地方。嗯，那别人呢好像其他界别的人也不大往这儿去，但是往往玩到后来呢，你为什么慢慢你不去了呢？就是一般就哥几个就说啊，就是人杂了。嗯，什么叫人杂了呢？就是说，哎，你看一些刷着西装革履的，那架着公文包的就来了。或者说原来那里边真的是帅哥靓女，我跟你说，他那种帅哥靓女是你们这种模特啊，是什么呀？是这个，哎，是那种就所谓文艺界的，啊、对吧？但是到后来呢，跟着你这个文艺界的进来的呢，也有一些女孩子，哎，你慢慢看着怎么像是旁边夜总会刚下班的，然后呢，在周围可能就坐了一圈那个满脸油汗的那个主，抱着个公文包，嗯。就盯着猥琐中年男，对，盯着女的就这么看，暴露出冯唐的眼神，你知道吗？好家伙，你说慢慢的你就感觉就有这个，好像就这个地方不再属于你了。嗯，这个经验我可能只有在广州的时候有过，就那会儿我们所谓就是一帮喜欢，就我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他们比较喜欢你哥哥和姐姐，对，他们比较喜欢艺术，我比较喜欢他们，然后他们那时候喜欢在一个酒吧里头，但那个酒吧因为新开业，我觉得为什么是新的好。好呢，你想想一个酒吧刚开业，他没啥客人，他是不是会对每个客人都特别真诚，特别好，嗯，服务也特别好，而且这个酒吧的老板本身自己有些朋友，所以他一开始的客人可能基于这个老板本身他的喜好，比如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周围可能就有很多艺术家的朋友过来捧场啊，那都是这个酒吧里做都是自己朋友，那当然他的态度啊，他的那个服务啊，包括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跟下朋友和亲人间的，而不像老板跟客人间的。然后当然等了，然后有个中间有个作家像冯唐老师这样的写了一篇文章啊，关于这个酒吧里的某一些风流韵事啊什么，就红了。对对，哎，红，好多人看过这篇文章说我要来朝个圣啊。嗯，对吧？真是，你我跟你说，我还想起来三里屯现在叫脏街啊，当年好多这个脏话，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来也是挺尊重你们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比如说就是我跟冯唐哥两个在那一坐，然后专门有人有朋友认识你们模特啊，就快叫，他叫什么？骆驼队长，那时候管女模叫骆驼。为什么呀？个高是吧？哎，所以就有些男的啊，就跟很多模特认识，我们就跟他交朋友。快乐队长，那是你，那是你。快，牵几匹骆驼来。牵几匹。